这位大王，您请息怒，这些给您了作盘缠。库房在哪？ 延年益寿啊！这些日子有没有人送来一具，不，半具尸体？哎呦，禀告大王，我们只收金银，不收尸体呀！你给我去扔危险吗？赶紧跑！凤锦，大哥，凤锦。 师兄，这个婆娘是个应手。我们兄弟来京办事，不知有高人在此，多有冒犯。贵驾若与此事无关，我们恭送大驾。那就得罪了，宰了他！